试试看够不够入味了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腌萝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我听说萝卜腌得好，对象不会跑。料汁的配料超简单，糖、水、醋。放进冰箱冷藏就好啦。开胃爽口的腌萝卜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